撒了。嗯。服务员，点单。你吃不吃鸡丁啊？我不吃。我吃。哎。你吃不吃米饭啊？我吃。我闺蜜非要裸辞去旅游，九头牛的蜡烛。因为一想起来就该辞职了。大耳朵跟我们耳朵结构不一样吗？我咋没听出来呢？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格子间太乏味了，我想去救尸。和远方，啥条件都适合远方了。工作五年，存款连圆周率大都没有，728大杠去。我已经很努力的攒钱了，我目前要做兼职。是兼职刷单，交了200块，第一单让他刷了3800的电动八二勺，刚下单就让人拉黑了，人家 APP 也不支持退款，纯纯大冤种。那最起码人家把八二勺给我了，我也不吃亏。而且我还拿它得奖了呢。是那天商场搞活动，有个小游戏是把混在一起的红豆和黄豆分开，只见他把挖耳勺放进去一顿垫，豆豆洒出来喂狗吃，剩一颗红的一颗黄，就这样他就轻而易举的拿下了劳斯莱斯连代金券。就算我现在买这张券以最低价原价5块卖出去，我也能平白无故多赚了5块，一分钱白花，空手套白狼。不录了，以后有关他的事情都别提啊，我怕被传染。